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关卡多、套路深、非常欢乐、非常开脑洞的休闲游戏。我要翘课，扮演学生的你，通过各种恶搞老师手段，达到翘课目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一关，老师要来了。咦，车库里有一把铁锹，上面还有块布。不管了，先用铁锹挖个坑，把布盖在上面。哦，老师来了，下去吧。哼哼，真不想上课。